想去除膠紙跡的話，你又會用什麼產品幫手呢？膠紙跡這個問題相信都困擾著不少朋友了，而網上也流傳了不少方法去除膠紙，包括用擦紙膠又或者用戒刀等等。今天呢，我就帶來一支來自日本的膠紙跡去除劑給大家認識一下了。這支膠紙跡去除劑適用於不少材質的表面，而它亦是呈啫喱狀，所以不會容易下垂，可以緊緊黏附住在物件表面的。但是就要留意翻，產品說明上就寫到明，盡量避免用在貴價產品和餐具等等的表面，因為它是有機會會損害產品表面的。而它的用法亦都非常之簡單嘅，咁我而家就即刻實測下它究竟有冇效啦。實測就做完啦，咁我頭先都刮咗成分鐘，啲膠紙跡都仲喺度嘅，效果係點？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啦，就係麻麻地咯。咁加上佢售價一啲都唔平，成35蚊一支噶。咁如果大家真係有需要除膠紙嘅話咧，我都係建議你用翻呢一支3M 天然果酸除膠去污噴劑咧，就會比較好啦。咁今日時間又差唔多啦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。